楼上那些是用来住宿的，当时那些常住旅客很多，然后中途啊都在那个地方啊住宿。这个楼啊楼房有八层，好，地下有一层停车场，一下就应该是九层。在当时的话，那个建筑还是很轰动的，还得了当年的卢班奖。那个时候啊，一走到红旗河沟的话，第一个就是看到七彩的那个标志性的雕刻性的建筑。哎，事情急的时候啊，因为楼上都叫办公啊，大家互动多那个的，一喊，然后马上都有人来搭话，感觉到多热闹的。同办公室和办公室之间呢，互动很强。好，从侧面看我们那个楼梯，特别是很美的，给你感觉哎，那是有历史故事感，同时有层次感，特漂亮。特别神奇，我也是之前看过，我觉得身为一个重庆人，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，之前也是后来在网上看视频看到的。